今天还有课，然后我们来的比较早一些，停车的地方太远了，所以一边贴传单一边走到学院去，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电线杆。我老公现在可以说是身兼数职，我天哪，在贴人的上面了呢。继续贴传单，贴一个小时回家包货。哎呀，我俩这是狼狈夫妻。哦，我知道。哦，狼狈夫妻就是我俩，在公司里面上班，回来以后还给我当快递员，现在还当发传单的，然后学院的修理啊啥的也都是我老公。我爸记得医生的时候几个呢，阿妈几个贼满他贼怕负担。哦，喊上了我都可以几个哪个还是谁谁啊。哪个人可以让灰色喊的特别不能能上了喊的终于不起能上了喊的花冠苏里喊的。我老公在那边贴呢，我在这边贴，贴一个小时就回家。但是这个其实贴了以后，然后今天之内可能就会被摘除。网络宣传当然最有效果，那现在不是没办法吗？咱们才开始。我的天哪，我这边根本就没有电线杆，这电线杆都在我老公那边。这不能给人贴树上呀。哇，谁能想到一个公司管理层的人现在给我在这儿贴传单。我也管的那可个欧巴卡腾可以满哪儿去意思呀。하지만나이렇게비슷하면할수있어볼수있어안되잖아그렇게제거하는거와我老公可忙可忙了，我的天哪，一直在打电话。休息日也一般也是这么忙，但是坐着等一下他。这是一个卖耳环的，而下面有一个麻辣烫店，汤火功夫，这个听说就是加盟费，然后还有那些调料费啊啥都特别特别贵。所以大家最近看在韩国就是麻辣烫挺有名的，然后卖的也挺贵，就觉得这生意能做。其实就只有这种连锁店生意能好一些，然后但是挣的钱大部分都是给总公司了。现在来吃饭了，这是我和我老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就在这儿吃的饭，然后当时我老公是准备好了订好了餐厅的，然后但是我当时说是这儿有一个好吃的面馆，然后就来了。我老公当时也不好意思说是他订好了，然后就硬着头皮跟我来这儿了。吃了以后就觉得这边真的太好吃了。哇，这家真的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炸酱面和海鲜面了，老板也认识我们。这是长难呀。哦。이상도비소식이다。진짜哇，从下周开始就一直是下雨的天气，我的天，这七月真的就是啥活都干不了。等会儿我们再还要去贴一会儿传单，因为等下雨以后，那可能就会被冲掉了。我看学院，其实我们家最不支持的人就是我公公，但是我公公真的就为了这个学院付出了可多了，给我买了个风扇，然后还买了好多垃圾桶，然后还有好多地方觉得应该修理，但是我跟我老公去了以后，眼里就完全没有活儿，看不着。哎妈呀，这阴天其实晒黑是最容易的。哎妈哎妈哎妈，得瑟得瑟。됐어오빠방금오빠뿌리는거그거냄새있어요심해요오빠생각해아니요난좋아하는거네네네맞아요저년우리사는거좀이렇게냄새너무독하다이거코안에들어가면캐치해요맞아요이거되게좋은향이에요네
今年这个真不错，今年找的这个就是不油，然后味道也不重。我这以前吧穿高跟鞋呀啥真的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最近不行了，这生完孩子到现在估计能有两年了吧，然后就一直没有穿过高跟鞋，妈呀，最近就穿了两天，现在脚后跟全都磨出血了。看我今天穿的拖鞋，这后面一直在流脓，我的天哪！这一到夏天真的就是个美白产品，还有一个防晒，真的就是你订货订好久然后才能给你发过来，我刚才订的货现在都没到呢，我估计贴会儿传单，等会儿到了以后又得回去报货。给咱家门口先贴一个这一块，哎，这都是那种小饭桌，小孩还挺多，刚才那小孩一直想把那个摘下来呢，然后我老公看到以后给他一张让他看看。这家前面就是一个小学，所以小孩子都可好玩了，昨天上课的一个小孩，妈呀可搞笑。哎，咱这传单不行，还是得整一下这种的，看都贴上面了，看着也好看。哎妈呀，快递来了，回来包货。哎，明天就能休息一天了啊。这鞋吧，说实话，它不是说是越贵越好，而是适合自己的是最好的。成啥了？我老公送给我的学院开业礼物，哎，啥也不是，把脚磨成啥样了。